米加斯第六章，一节，以色列人啊，都听耶和华的话，都起来往这的山岭征兵，予山岭听你的话。山岭甲地永久的根基啊，都听耶和华征兵的话，因为耶和华要甲伊的百姓征兵，甲以色列争论。三节。我的百姓啊，我欲对你做什么事啊？我伫什么事，予你厌烦？你通对我证明，我欲将你对埃及地带出来，对做奴才的家救赎你。我也找摩西、阿伦、甲米利暗，伫你的面前行。五节，我的百姓啊，恁着追念摩押王巴力所设的计谋。甲比尼的子巴兰回答伊的话，并恁对实定到结果所拄到的事，通予恁知影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六节，我召见耶和华，伫至全神的面前跪拜，都献什么呀？敢通献一回的牛啊做烧祭吗？耶和华敢欢喜清清食的公牛？还是慢慢雕刻的油吗？我敢通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子吗？为着心内罪恶献我本身所生的吗？八节，世间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，伊对你所爱是什么呢？干那爱你行公义，好人民存谦卑的心，甲你的心同行。九节，耶和华对这的声呼叫，智慧人要敬畏伊的名，恁着听，是甚物人派定刑罚的过啊？刑罚，害人的家要不义的钱，甲可恶的小城斗吗？我来用无公道的天平，甲地下来开闸的进退，敢会算作清气吗？城内好野人满满强暴。其中徛起的百姓也讲白贼话，水来的字是亏债的，因为安尼，我怕你，和你的伤痕真重，和你因为你的罪恶荒废。十四节，你要吃，总是吃袂饱，你的空虚要显伫你中间，你要盘耍，总是袂安然带物件去。所带去的，我拢要交付刀剑。你要夜静，也无通收割；打橄榄，也无得到油通抹；打葡萄，也无酒通啉。因为你守暗里的律法，行阿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探因的计谋。因为安尼，我要予你荒废。予你徛起的百姓受人讥笑，恁也要担当我的百姓的凌辱。